兄弟们，我们现在往西走。我一个不少，全带回来，有几个受伤的。九连呢？九连人呢？就知道关心九连。你要不说九连，我还火不大。昨天天一亮，我就带着兄弟们冲到他们的阵地上，一个人影都没有，早就跑光了。江小刀又逃跑了？我早就跟你说过他靠不住，油尖嘴滑，说起来比谁说的都漂亮，真枪实刀的干起来，他第一个怂。你这么大阵仗干什么？你一走，我看错人了。你在哪？小大虎，找不到江小刀，你也别给我活踏实了。二哥，昨天他被敌人打得头都抬不起来，要不是我带着八连的兄弟们去解救他们，他早就被敌人突突死了。以集结号为例，他们一定要听撤退的号声，控制下去，快点。是。小刀，哎，咱们这么走对吧？朝西南方向走，我们应该能绕回阵地啊。也不知道主阵地现在情况怎么样了。我也着急啊，那我们赶紧走吧。哎，小刀，我怎么感觉咱们走的方向不太对啊？前面好像是西北的方向啊。大方向肯定没错，走吧，走。走，兄弟们注意点啊！这简直是胡闹嘛！你这个时候战地服务团来，只能是给我们添乱。接张冲副军长。啊，好，我知道了。那么，请转达，请他就近派184师的部队向西北去接应战地服务团，务必保证所有人的安全，尤其是那些女的，最好一个都不要出事。好，谢谢转达。各营连长听着，这一轮投弹之后，马上转移到第二阵线，让每个兄弟拿走脚下的板凳，一个都不留。听我口令。三、二、一，投弹！将军阁下，土原守则的部队已经攻占了前沿阵地。没有攻下玉王庙，就不要来向我汇报。嘿，突厥兵到！第二轮投弹，准备。
怎么回事？各营连长听好，送这帮混蛋去见阎王爷。是是，投弹。留下人。就是一群猴子，这是猴子军，命令部队火速支援。嘿，将军阁下，余数则不大，还望您慎重决策。让土原少佐马上来见我。嘿，救我！救我！夏大虎，哎，咱俩的事还没说完，知道吗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向导找了没有？找了。我们到阵地之后，他们人早就跑没影了。你相信我吧，我骗谁我也不能骗你啊。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这是你给我的态度吗？我怎么跟师长交代？一百多号人就这么没了？二哥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江小刀那人根本就不靠谱。再说了，咱们独立团根本就不缺他那点人，他去哪跟我没关系。把他给我找回来。去不去？不去。去不去？以航，以航，先别急。师长，我能不着急吗？一百多号人不见踪影了。我相信江小刀，可能是鬼子硬攻，截断了他的路，没准他一会儿就回来了。江小刀这个土豹子，万一被日本人蒙了，所以他们包围圈怎么办呢？你先冷静点，冷静点。我冷静得下来吗？你跟谁说话呢？我是你的上司，你跟谁耍土司老爷的威风？我来是告诉你，美兰来了。他来了？是啊，这不是捣乱吗？这时候来，谁顾得了他呢？二哥，我去，我去接二嫂啊。你一边给我待着去，这是你当机器是吧？他不是一个人来的，军部派人送他来的。你听我把话说完好不好？美兰他们参加了第二批战场服务团，在武汉他们躲过了留守处，偷偷地登上了开往台儿庄的军列。他们不知道前面的路断了，幸亏二十军的弟兄们接到了他们。就在今天凌晨，他们已经往王屋山这边来了。大虎，哎，带上八连往西北方向接你嫂子。那不去找九连了？那嫂子要是问我他阿哥去哪儿了，我怎么说呀？喂，金连长，他不过来见我。去去去，我现在就去，保证完成任务，保证安全的把二嫂带回来。如果这任务完成不了，我萧大虎提着脑袋来见你。闭上你的乌鸦嘴，给我活着回来。嗯，这样也好，张冲副军长已经派184师的弟兄们前去接应他们，一有消息马上就通知我。师长，我知道这个时候不应该分散精力，可这个美兰也太无法无天了。如果为了接应他损失我一个弟兄，我这辈子不会饶了他。他来了我就休了他。哎，拉倒吧，别吹牛皮了。哼，见了媳妇儿还不知道你建成什么样。告诉医药一定要打住敌人。是是是。什么？哎，秦连长，刚才话没有说完。带上一个排，沿路追寻九连。你想顶住，顶住啊！对，不管生死，晚上七点之前给我回来。姐妹们，快点儿，来，走到前面的树林，大家就能休息了。好，好，没事。佩琴姐，你不错哎，体力跟我们善意长大的人比，也不赖嘛。我呀，体力没你们山里人好，从小身子弱，父亲就逼着我跑步锻炼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跑步哪怕走路，都需要调节好气息，才能走更远。